好，这一次很可爱哦，利用了什么？利用了不同的扣子做不一样的造型。它有垫肩，但是却看不出来有垫肩，这才厉害。我今天穿着黑色内裤，蛮不标准的，请大家自己换成浅色内裤，不然会有一点点内裤痕。好，那它一样是做一个裤裙，所以呢，它是裤子，然后就很像有裙子的感觉，它是自带腰身的。然后这一件我们特别的比较典雅一点点，就是它落在五分袖的位置，然后还有给它垫肩。好，这一件呢，我觉得大家看一下身高，因为呢，我觉得它差不多到168以下，已经算蛮紧绷的，所以呢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但卡裆的部分是不会，然后长度的部分对于161，其实我觉得还算有一点点长。这个颜色很气质哦，不论你是要去吃饭啊、饭局啊，或者是比较正式的开。我觉得换个高跟鞋我觉得还蛮适合的。然后这个苹果绿我自己当然也先买下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一件的风格，我觉得它可以做得很休闲，又可以做得很欧尼的感觉。好，然后这个果绿色完全也就是不显黑，它就叫做果绿，今年第一次出现果绿，因为呢前面都是做军绿、草绿巴巴巴一大堆的绿，但是都没有在这个绿色调上面。好，所以这个颜色是非常好看。